届五都奖歌唱大赛。好的，在观众频道朋友们呢都知道，我们唱歌呢完全都是不想输给别人的类型，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进行团练的比赛，来一争高下，到底谁才是最会唱歌的人。所以今天欢迎我们的参赛者有这些四位，欢迎你们：贝莎、雪雪、阿米斯还有可谦。我是来冠军的。Hello。不好意思，你们不会有觉得疑惑吗？就是为什么只有你们四个人参赛？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们四个参赛？而且为什么也是主持人？我是觉得为什么他们两个可以参赛？我有入围过金曲奖哦。他只有走路而已。我本身是有入围过金曲，但是我有参加过平民巨星的歌唱比赛总冠军。我可以资格站在这边吗？我是这边，你是 rap 啊？但有一个人是最不可思议，他居然没有坐在我们的参赛者席，而是坐在我们的评审席。是谁？我们欢迎我们的第一位评审杨胜贤先生。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洋。为什么你可以当评审？好歹我也出过单曲，办过演唱会吧？哎，他是真的，而且唯一办过个人演唱会的就是他了。可是他的个人演唱会都是我们其他人一起拉票的。那你可以清唱一段证明说你为什么凭什么可以当评审？老师，等下如果不管唱怎样，先虚。是不是永远不会永远，就像是承诺不曾兑现，那些美好给的虚伪多不完美。你就说一句好的。等一下，刚刚四个全部先扣了五分。先不尊重评审。他在唱的时候不是他这里不会动。不要再补了。我跟你说，我就是整形界的歌后。我们这一次是不是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评审？是的，是的，我们这一次呢，还是请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评审，我们欢迎我们的威宇老师。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他有多专业，他是 Mr. Voice 歌唱教学系统创办人，然后呢，他也是许多唱片公司的新手歌手的职。他教过谁唱歌？严艺格、徐若瑄，还有瘦子。他本人帅吗？今天就是请那个威宇老师来帮我们评一下我们的歌手们，就是今天表现歌唱状况如何。评审桌上都会有五个分数，因为我们今天是五都奖嘛，所以会有两个评审呢同时给出他们要给这个歌手几个都，总和加起来越多分就是我们今天的歌唱比赛的冠军。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先听一下老师的评语的状况怎么样，因为我们先请威宇老师来评一下刚才杨胜贤先生唱的这一段是怎么样呢？我觉得还可以啦。我们相信专业。还有什么需要加强的地方吗？你说嘴唇还是说一些泪沟？还可以再加油这样子。但很棒，他声音很棒。那威宇老师，他刚刚清唱那一段，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的头一直在往前伸，这个动作会让高音比较紧。所以高音是要往后。永远不会。来，然后我一直高音上不去，我真的太慢，像老师了。没关系，今天见到了。那你可以过来了。没有办法，因为我的质量是比你们高。好，我们来听一下那个杨胜贤评审呢，他在评分的标准大概是什么？我今天是走一个整体感，如果你们今天有一个小差错，我就直接会评出来。刚说头发分叉吗？或者是可能你是胸部太大也是？应该是零度了吧这里。好的，那我们歌唱比赛就要开始了。首先呢，我们第一位先邀请我们团队里唯一的男性，我们欢迎阿米斯。你好，你好，你好。那两位评审老师好，我名字叫阿米斯，然后我今天要演唱的这首歌是我的偶像阿令的《十年五岁》，期待你的表现。你说我对你已经不值得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我才已经选择一杯热水。
刚才呢，就是给阿米斯我们带来这个失恋无罪。那我们先请我们的第一位评审，我们的杨胜贤老师。我觉得他还不错啊，就是有唱到那种崩溃的边缘，但是唯一一点牙齿太白，视觉上的一些反光，因为毕竟我们是白墙了，就牙齿不要太白了吧？是你觉得呢？我觉得蛮好的，不是牙齿吗？我觉得。很棒哎，真的，你一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艳，就是你的声音很有质感。我刚刚一看到你，我以为是戴爱玲哎，哇！我可以直接调她唱歌吗？可以啊，可以啊。我跟你说，你很习惯用单边脸用力，你唱歌都用右边脸在用力，那你就会崩溃了。你再帮我唱一次《失恋无罪》的第一句，然后睡的时候你帮我把注意力放在舌尖碰到下排牙齿的触感，哎的那个长音放在牙齿。睡，孤独万岁。睡。的时候，你头也不要往后，声音就会变得更厚、更稳。孤独万岁，失恋无罪。你声音变很厚，没有变很扁。再一次，然后你麦克风可以拿，但是不要那么近。孤独，孤独万岁，失恋无罪。因为你的单边脸用力的时候，你的另外一边也会被拉扯，所以空间会变窄。老师，我想问一下，那如果动过脸，单边脸动不了的话怎么办？你说他吗？孤独万岁。没有没有，我可以摸你的下巴吗？来，你摸你摸。可能不能很大力，不然会脆掉。会脆喽。孤独万岁，是好痛哦。孤独万岁，失恋无罪，有吗？还是有动过的关系？米氏的差别比较大。不好意思，我给你换。原来你才是需要被调整的人。哎，好，所以老师一直说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我们要让我们的脸部肌肉不要一直左右的晃动，对不对？如果是因为音高的话，它会紧绷；可是如果是因为情绪，就 OK。来，刚才这个米氏的这个失恋无罪会获得两位老师的几个都呢？请给都。哇，四度，所以是八度。好的，目前战绩第一名，应该就是第一名了吧？我想。后面有马要比吗？好的，下一位我们就欢迎我们的笑话女神陈瑞莎。评审好，主持人好。不好意思，先扣两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太低啊。这是我真实的声音。我跟你讲，因为我本身不是唱歌类的，我为什么想要唱这首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它就是我的心里面的一些故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谁在乎？前面的呗。如果我有一点小落泪的时候，就是代表我万次。你要带什么歌曲？建阳姐的。建阳姐。建阳姐的《十万好心的泪水》。知道我不完美。不一样的。每夜的我都给。这一世我凄美，愿一份爱回，留在这心被谁陌生又被粉碎。满意了吗？你究竟有我没完？为什么态度不一样？我不得了，只求不是黑马。哎呦，放感情！哭的，以为哭完，这里我不会。我不爽，我孤单，想要的快乐没有简单，想你前来的勇敢，有那么偏吗？难过，下一句再死。有哎，
功。真的有进去。你真的要给评分吗？那刚才呢，就是我们的瑞莎带来十万毫升的泪水。那我们先请我们的杨胜贤评审来为我们。哦，我们没有评审。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今天的服装跟你的歌曲有搭吗？这是走一种慵懒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感情有进去啦，但是我一个重点可能是一种咬字的部分。例如有一个刚有一个什么忘记了。你不是评审在认真，你不是评审吗？总之老师呢，你觉得老师你给我离开那。对呀、啊、我觉得怎么了吗老师？你刚刚唱的老师，老师哭了，为什么笑哭的？其实老师我不是出专辑的人。不会，我觉得你要先改你拿麦克风的方式，因为你的声音其实很厚实，那你拿麦克风拿得越近的时候声音会变浑浊，所以你可以帮我把麦克风拿成这样吗？这样，然后靠近你的下巴，感觉你很想把它拿得很近，那你就拿这个位置。满意了吗？没有。你究竟有吗？没吗？有声音比较清楚。唱一下主歌，因为主歌更低，声音会更。主歌是什么？主歌是这样，主歌这样。知道我不完美。好，不要唱50哦，至今五十。50-15。知道我不完美。有没有这个就会比你一开始的主歌声音更干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感觉你全身很用力，都很用力，可是你的声音却好像没有办法出来，那你的用力就会很可惜。他去哪里了？就可能都在脸上或者是肩膀。你试试看，就是嘴巴这个地方不要用那么多的力。看着我对我说满意了吗？用呛我那种，满意了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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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是魔术师。你刚一出来的声音，其实质感跟音乐性，我觉得都有。可是如果要让这首歌张力出来，你刚有那个那些动作嘛？那如果你的动作也要在唱歌上呈现，你就会需要这样的声音表现。满意了吗？这样就有新的音色出现了。可是老师，他脸有必要那么凶狠吗？可是这句话就是要凶狠。等一下，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坐在那边到底在干什么。啊，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像我们男生呢、啊，有的时候想要唱女生的歌，像现在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那我们在选那个 key 或者是我们在唱的时候，有什么方式是可以帮助我们？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直接降五个 key。哦，你刚刚降对了耶！我降四吧，因为我音还是偏高。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像这首歌比较在说故事，在叙事，可是有的时候音很高的时候，我们同时又要讲这个故事，那我们该唱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第一个就是你的咬字不要那么重，因为当你咬字如果很重的话，你遇到高音，嘴巴会拉扯你的喉咙。我们可能会觉得，嘴巴动一点动作好像没有差，但其实它就是乐器，所以你这边的移动就会影响到喉咙的动作。所以唱到副歌的时候，比较高的地方，你的这个地方不要那么重，会让你的高音比较容易上去，然后头不要往前。OK， 那我示范一次。是老师吗？我就吸收啊。那你做一次，你做一次。满意了吗？你究竟有完没完？老师摇头。他好像都没有听到我说的东西。这叫什么？就是要找老师学，不是这样听一听就能吸收的。你也知道吗？我觉得还有个可能，头发要调整一下。头发不用洗头了。我们请两位老师呢，给出瑞莎会得到几度呢？请给分，两度、三度，总共是五度。恭喜陈瑞莎，也算是有扣。丑，再扣一。我们再来下一个挑战者就是我们的可谦。我是今天三号参赛者张可谦，名姓张，姓张，名叫可谦。然后我今天带来的是妹姐的《欧甲欧》。这一次没有听过黎明唱《黑是黑》吗？原来张可谦，姓张，名可谦，姓张名可谦，来自台东阿美族。你的头总在我耳边。不在我身上面，我陪你聊了一夜，所以你的谦虚和你的怀念，我不会对你的笑脸没发现，对你的笑。他看得到歌词吗？生命的灯，你的纪念，我的笑脸。Two, three, one.
是梦里的海，千万别等我再见。如果没有我，我还是会唱。刚才可欣你表演完的这一首《黑吃黑》，那我们先请我们的杨胜信老师来讲题。我就想问一句，昨天喝到几点？快九点。其实刚刚的破音是有你节目效果，我觉得是蛮加分的，但就是只差一个忘词，不然我觉得其实还 very good。好的，那威宇老师呢？因为可欣的声音比较厚，那你在低音的表现上面，因为前面咬字很快，所以如果你的嘴唇的力量如果不够的话，听起来就比较糊。老师又跟你说他最近去打嘴唇，原来是三次，我是一次，所以我可以动你的嘴唇吗？老师有针头吗？那我可以，我也可以动哦，我可以。是我要怎么动？你帮我把每个字头、嘴唇都再咬紧一点。你的头长在哪边？对，这样声音就变得比较清楚，像是那个掌。你的头长在哪边？对，你把那个看着我说，吃，对，把那个吃。你的头吃。你的头长在哪边？你的头长在哪边？对，加重你的字头的咬字，试试看主歌，我们再唱一次，然后你帮我把字头咬紧。你的头长在哪边？怎么不在脖子上面？对，这样的声音就会比较出来，这边的东西就会有让声音里面的高频增加。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在唱快歌或饶舌。你平常是要买定了吗？哎，因为他平常是走抒情路线，我觉得老师可以听听看。老师副歌说像周杰伦那样子咬字稍微不清楚一点吗？就是放松咬，其实周杰伦的咬字他很放松。有没有觉得比较轻松？有，比较专注在字的话。我们就是太专注在任何一个字了，老师。你到底凭什么在那里？有时候做人不要太仔细，有时候带含糊过去，搞不好就是一个让自己放松的一个机会点。老师，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唱快歌的时候，像这个字节啊，或者是那个速度很快的，我们换气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会比较好？因为有的时候会来不及的。不要吸饱气，你气吸的越饱，你身上的负担就会越大。大家可以吸饱气，一起吸看看，一二三吸。有没有觉得很紧？对，好痛好痛，我的胸好痛哦！你根本就是小跟班，你怎么烂角色？你到底有没有在比嘛？因为你是慢歌王子，你要听一下到底慢歌 O 不 OK？ 对对对对。满意了吗？你究竟有完没完？你烦不烦？总考验我多勇敢，有那么难？只求多些夜晚。很棒啊，很棒！对，你应该选这首的。因为我要被抢走了，就是唱快歌。OK， 好的，谢谢老师。好的，那我们的可谦的黑吃黑可以获得几个都呢？请给都。好的，三都，三都。好的，超越陈瑞川现在第二名。主要是他的后面的加分题有救回来，我觉得有帮助这个部分再更高一点。今天这节录完你会被我们打。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最后一位挑战者，欢迎萱萱。当然我是最后一位参赛者，我叫萱萱，我要带来爱爱爱，这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歌手的歌曲。我平常是比较习惯 rap， 对啊，因为今天就是老师来嘛，然后可不可以指导一下我的歌声，我就点了一首很难的歌，可是我很爱唱，但是没有很好听，你两个知道。好的，那我们就来听薛带来一首《爱爱爱》。为什么一定要戴墨镜？比较安全感。在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谁在哪里掩埋第一次自语在？我在这里千百个爱。见过你离别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那刚才为什么要戴墨镜？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此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开，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孤。我在。
伴我来。这里陪你蔓延。有有有，可以可以可以。回不去那些玛丽的尘埃，买不起满街口袋的品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告白？谁不爱我不存在。真的，老师必须要先说，因为他平常唱歌不是他进步很多。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音都很不准。好的，我们先请杨胜贤老师来我们讲评。因为平常我是了解他的人，然后我觉得他平常唱歌不是这样子，今天有惊艳到，但是就有一点太炫富的那一双鞋。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评审，你手上的鞋子是？以上我觉得就是微扣分啊，其他都还 OK。刚那个老师有说还蛮屌的。哦，讲真，魏老师怎么说？我很喜欢他的音色。你最后一次的副歌，我觉得比较进入状况之后，其实你音色非常好，很温暖，很好质感啊，我就很喜欢你那个音色。老师，那不然我唱一段好不好？不要闹了。那魏老师还有什么可以帮助他调整的地方？这首歌是 R&B 的风格，就像我刚刚说，我很喜欢你的音色，原因是你的声音很厚。可是像这样的音色唱在 R&B 里面，会有一种好像你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的轻盈，它会有一种厚重的抒情感。但我觉得没有不好。但如果你想要让你的演唱听起来有那种 R&B 的轻盈感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在唱的过程当中再放轻一点。你可以试试看，唱一下前面两。你到底在忙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一样头不要出去。你不要想着唱，像在叹气。屁股不要扭，屁股不要扭。好，我跟你讲，你就动屁股。然后你帮我把字头再稍微放重一点，第一个音一点点重就好，后面放轻。在哪里哪里填埋第一次吃鱼菜。等一下，鱼再一次，鱼好像啄一下的感觉。吃鱼菜有多少钱啊？你的课会怎么教你？你说我们知识卫星的课吗？不同的声音表现，它会适合 不同的音乐风格。但你可以透过不同的声音表现，呈现你想要呈现的东西，就不是一直我就是很用力的唱，对，或是很真心啦，不是只有真心，还有很多事可以做。爱情不是只有真心，没有小把戏。老师，那我有问题，因为像这样这首歌有很多那个转音啊，那个时候我们在家也可以怎么练习，让自己的转音听起来自然？就是不要害怕转错，我觉得这是台湾人学唱歌或说学转音最怕的一件事情。很多人会告诉你，你去把每颗音找出来。对我来说，找出每一颗音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但是安全犯错的心态，就当你觉得哎，我可以乱唱没关系，反正你的转音才会自然，放松，不要怕唱错，要放松那一种感觉，对 ，No， 哦，哎，这个很，这个有哦，老师有吗？有，因为我刚蛮放松的，看得出来，阿杜弟是为了你才真正在在刚老师说，你一直都很松。老师，我给你五分。老师，我想学那个。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这个到底要？啊，对，你这太标准在那个哇。你要像老师刚刚说的要松。你看一颗一颗。对，放轻松。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对，是自然的状态，是这个状态状态，就放松你的心，然后就去转，就像弹钢琴一样，不要太认真。对。那老师想问一个问题，我唱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可能有一点太爱选。老师，他也是老师。对呀、啊，我也是老师。讲白，他就是安排这边做效果。
其实我觉得你没有什么五音不全的问题。其实很多饶舌歌手跟我学唱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把唱歌想太认真，所以他们觉得哇，好像唱歌很严肃。但其实唱歌是一件需要很开心的事情，所以你就把你饶舌的态度放进唱歌里。好的，感谢老师的讲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薛薛的爱爱可以获得几个嘟呢？请给嘟。我看到一了，怎么办？三嘟，三嘟，三点五嘟，所以是6.5嘟。第二名呢？好的，马上进行我们颁奖典礼。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公布我们今天五都奖歌唱大赛的冠军，到底奖落谁家呢？我想非常的明显，恭喜我们的阿美斯。来，请到中间来，也请老师到中间来。老师，现在叫一都一冠而已。是五都奖的冠军第一届。接下来我们会广邀各界的好手来 PK 阿美斯。来拍照，请一二三，一二三。不好意思，我就叫陈宇老师，但是杨丞琳老师也自己上来了。我今天也算是老师啦，就是评一些你们就是注意不到的地方。好的，我们请米师发表得奖感言。我今天非常的开心，就是我们可以邀请到我们老师两个老师。然后因为我觉得刚刚老师从我们四位参赛者的评，比方说老师在指导我，或是可兼学学，我们大家都一起受益良多。而且我要想，就是老师他每次的讲的东西都是我们懂，会很直接的去知道要怎么改，可是就要多练。因为老师会马上针对找出你的问题点在哪里。老师给的指导非常的明确。所以今天是很感谢老师。好的，我们恭喜阿米斯获得我们的五度奖的冠军，恭喜！今天真的学到非常多，然后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陈宇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如果我们真的很想跟你学唱歌怎么办？我现在在知识卫星 SAP 上面有我的线上课程，总共有44堂课。那这些课呢，都是专业歌手我在帮他们上课的内容，那非常的具体有效，你会非常容易去懂得我说的东西，不会好像要想象一些抽象的什么头腔啊、胸腔什么，这个很重要。再来就是有跟练的菜单，就像健身一样，你练了哪一个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所以都会跟着课程一起学习。就学了，你会感觉立马觉得有见效、有效果，而不是非常的抽象，觉得说我上这些线我到底在做什么？快速直接。而且老师还有帮忙大家解析一些专业歌手唱歌的方式，听清楚你的声音表现会更加的出色。就像我们刚刚这样被指导，就马上点出我们问题点在哪里。对，我就立即见效，这是最神奇的事情。有是专业的，而且不专业的，一堂课就很厉害。那所以老师这个课程在哪里呢？在知识卫星 SAT。如果有对声音或者唱歌有需求的话，欢迎找我们的威宇老师。有时候其实你不是不会唱歌，你只不知道怎么唱而已。我们找谁？威宇老师。掌声鼓励。谢谢老师。我们要出去报名了，我们先报名起来。我们要出关机。记得赶快报名起来哦！我们下次见，拜拜。女生讲话声音比男生高吗？是因为女生的声带比较短，所以震动速度比较快，声音的音高其实是自己不是哦，你就用声音唱，它根本没有那么高。我对于人爱心脏有预备，但是你会习惯感觉口腔里，这个要慢慢拿掉才会比较自然，然后不要去感觉咬字跟着声音在走。我的人心早有预备，越来越好了，而且牙齿咬得不太白，好白哦，好白哦，不会，很美很美。对，再一次，再咬再咬再咬一次。